近日，大字星孟伟在自己微博上首次晒一家三口合照。相片中的谢孟伟身穿一套黑色工作服，一头短发，而妻子则穿着一条黄色裙子，戴着一顶遮阳帽子，而露的黄色裙子秀出她纤细蛮腰，看起来十分性感漂亮。1989年出生的谢孟伟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。2003年他因主演电视剧《小兵张嘎》中男主人公嘎刺一角被人们所熟识，也因此剧谢孟伟被观众称为嘎子哥，开始逐渐在各大媒体和观众的视线里活跃。2017年他正式结婚，同年10月儿子正式出生。不过由于工作原因，谢孟伟经常在外拍戏，因此这次妻子带着一岁儿子亲自到场探班，让谢孟伟喜出望外。他在微博上首次晒出一家三口合照，并说朋友老婆和儿子闪亮登场，感谢娘俩探班，么么哒，开心。朋友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合照后，网友纷纷留言评论说嫂子颜值好高呀。朋友细心的网友发现，谢孟伟的妻子与他站在一起的时候比谢孟伟还要高不少，因此有网友说朋友你妻子好高啊，而且很漂亮。朋友难怪网友的注意力却全放在了那里。不过身高不是距离，幸福才是最终的目标。好了，你觉得嘎子是不是比以前更帅了啊？欢迎留言评论。